再来看，最近呢，新加坡一段水獭家族与流浪狗群争地盘的视频在网上走红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在视频中，一群水獭呢在堤岸上与几只流浪狗狭路相逢，面对气势汹汹的狗群呢，水獭家族先采取迂回战术，敌进我退，避免与狗群正面交锋，后又跳下河道，从侧翼发起反击，表现出了极强的团队意识。几番进退之后啊。流浪狗意识到水獭一家不好惹，最终呢，灰溜溜地逃走了。